108年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联展正式开幕。好，恭喜各位。我们的这个艺术创作家都是非常有水准的啊，那么这一次在台中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联展呢，都是在我们可以说是每年的夏天呢，都是一个艺术界的盛事。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会持续的办理啊，而且也让这个台中市的艺术水准啊，我们的艺术家们呢，能够更让大家能看到啊，能肯定。非常感谢今天大家，我们又参加了年度的艺术家联展。那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艺术界的前辈，在我们台中市这个城市多年来努力不懈的持续的创作，同时作育英才无数，让我们艺术的传承可以继续这样的延伸下去啊。所以我今天来要跟大家表示最大的敬意，我们一起为台中市的艺术发展，我们继续迈进，一起努力。